阿志偉親自關心你隻腳喎，哦係啊，好感動啊！其實我之前咧就諗住參加明星運動會嘅，咁因為我成年冇做過運動啦嘛，咁同啲 friend 啊，不如約下踢波啦。之前疫情好多球場都 close 咗啊嘛，咁啱有個朋友有個室內場，咁啊去踢下波啦。點不知熱身唔夠，我踢咗大概半個鐘度咯，突然間喺球場度一轉身嗰下，個左腳咔一聲喎，我從來玩咁耐運動都未試過嘅，我懷疑裏邊係斷咗韌帶咁樣嘅。哇！跟住好彩坐埋場邊，咁同場有個醫生嘅，佢就幫我捉只腳軟，捉完咗之後我就去咗醫院照 X-ray 咯。咁後屘第二日再照 MRI 嗰啲磁力共振，原來發現裏邊有嚿骨仔裂咗咯。咁其實都休養咗成個月啦。咁啲同事好好照顧我啊。咁有時真係逼不得已又出去營演，有陣時都好好啊，做呢、這個好關心嘅柴可夫斯基嚟接送我咯。係啊，咁而家啱啱可能拆咗之後，但係都要做物理治療去休養下。咁啊好多謝阿掌門人，又話佢教我咩咧？佢話佢以前都試過打波整傷腳噶嘛。佢話最好的方法拆完石膏之後咧，係咩咧？揾個泳池。不是游水喎，喺個泳池度慢慢試下行啦。因為啲腳咧，我左腳成個月冇行過啊嘛。咁而家一落地嗰下，哇，好似佢唔係自己痛到不得了。咁就喺啲有浮力，即係水裏邊嘅地方行，咁就會冇咁大嘅friction啊，咁大嘅碰撞力，咁就會好啲咯。係啊，你嘅行動不便，女友幫唔幫到你？完全幫到我啊！難得可以做咗一個月嘅小王子，可以話係好開心啊！係啊，被服侍嘅感覺啊，係啊，大肚婆坐月嘅，係啊，坐咗一個月啦，服侍，係啊，感受咗一個月嘅殘廢餐，係啊，之後我會更錫佢嘅，即係感謝佢呢個月對我嘅照顧咯。點還翻俾佢咧？啊，唔使還噶啦，之後佢有啲咩需要，我都會無限量咁樣去滿足佢嘅啦，會係。